For 27 years I've been trying to believe and confide in different people I found. Some of them got closer than others, and some wouldn't even bother. And then you came around. I didn't. Thank you.
哎呀，可以的哈。哎 ，OK 了。来，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So they lowered the So you but face to face with another person with the three other rooms here between you and the we have this explode, yeah. 现在是有一个游戏是这样的，就是新娘有一双红鞋，在这个屋子的不同位置，你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找出来。如果你找不到的话，你可以拿红包来贿赂我们，然后我们给你提示。You need to find out in a certain amount of time. If you can find it, if you can find it, you can give the record to find it. I'll take my glasses. Yeah, you can. I need my glasses. 哎呀，就是找。开始吧，你们得注意点。哎呀，找老的。哎，不带告密的啊，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啊，太高了。In the cupboard, try the cupboard. Yeah. Okay. Oh wait. No. That doesn't count. It's the other one. Oh, 明白。Try TV cupboard. TV. Okay. 好。你说你就花了红包就完了呗，马上那双鞋就出来了。没有红包了吗，大宇？没有红包了。没有红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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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sing a song, then they will tell you the hint. You can happy birthday to yo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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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saw. And I said, young man. That was what he brought. And I said, young man. And you told me she was going to try. You've got to know just one thing. No man does it all by himself. They said, young man, put your pride on your shelf. There's a place there where you can.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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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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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啊，非常好，这个太难了。啊，谢谢谢谢，啊，好，啊，太太，我给你。啊，这回可以了吧？好，好，太太，太太，太新婚快乐！好，来给爸爸妈妈点喜烟。爸爸请抽烟，妈妈请抽烟。不抬头往下压，一根不抬。妈妈。好，爸爸上面写的是吧？点烟钱5000元。来，妈妈是不是还有一个包？来，爸爸妈妈每人赏钱5000元，来鞠躬表示感谢。谢谢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大姑点起烟。好，安女请抽烟。先说中文。安迪请抽烟。来，一个放这里啊，对，放到这里。好，大姑赏钱多少？3000。来，大姑赏钱3000，表示感谢。谢谢大姑。谢谢大姑。好，来给大爷大娘点喜烟。啊，下个咱俩。大爷。能了。过来一嫂子。算去年了。谢谢。好，大爷大娘赏钱多少？3000。好，大爷大娘赏钱同样3000元。来给二姑二姑父点喜烟。啊，请抽烟啊，请抽烟。抽烟上那边去，别掉地上。哎呀，对不起，第一次呢，对，再划一个，再划一个，再划一个，让他火柴头往下压，离远点，距离远点，对，火柴头往下，对，距离远点。哎，二姑父，哦，着了。好，来，二姑二姑父同样是3000元吗？好，都是3000元，表示感谢。来给二大爷二大娘点喜烟。二大二三年。都没见过。大伯。来，同样是赏钱3000元。来，四姑有大红包一个，来，同样3000元，表示感谢。大舅点喜烟啊，请酒烟。谢谢谢谢。好，大舅赏钱多少？来，大舅赏钱10000元。谢谢大舅，谢谢大舅，谢谢酒宴二弟。好，二姨二姨父是
每人赏金5000元，一共是10000元。谢谢阿姨，谢谢。来给老姨老姨父点喜烟。金手烟。是老姨父。老姨父。走。再拿块新火柴。有没有？这边有没有？嗯，有有。来，老姨父，同样是每人5000元，一共10000元。谢谢老姨老姨，谢谢老姨。来，先给大爷递烟。啊，敬酒烟，大爷。好，坐下，坐下就可以，坐下就可以啊。来，给大娘点喜烟。Also my older brother from Dalian. Aha, Leo. 好，大爷请坐，要不然看不见大娘点烟了。好，好，没问题。好，大爷赏金多少？来，大爷大娘赏金2000元。谢谢大爷大娘。I'll be stewed tomorrow by
所有尊贵的观礼嘉宾啊，我们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婚礼正式开始之前，为了保持婚礼的完整性，我们来进行一次非常简单的彩排，好吗？我喊一二三，现场所有的宾整齐的掌声送上一次来，一二三。我发现还有一部分没拍手的朋友，我们再来一次好吗？一二三，谢谢你的配合。有的时候，我们适时的去保持安静，来聆听一对新人的声音，同样是对他们莫大的祝福。我喊一二三，我们保持安静三秒钟吧。我看谁的声音大，我就请他上台来讲话喽。一、二、三，谢谢你的配合。请将我们的目光共同聚焦在大屏幕的前方，在这里为您播放的是今天早上接亲过程当中的所有精彩片段，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谢谢。所以在这里要正式的跟现场所有好朋友做一声问候，现场的先生们、女士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本次婚礼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秋天，非常的荣幸能用一对新人的邀请来见证他们的幸福时刻。在这里，我仅代表一对新人及全体家人对现场所有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以及诚挚的谢意，感谢感谢您的尊贵莅临，谢谢。今天的这一刻，我站在这幸福的舞台上，所要为大家讲述的是一段跨越国际、跨越了整整上万公里两个城市之间的爱情故事。刚才我们在画面中看到了，我们的新郎其实有着一张华人的面孔，没有错，他出生在我们中国的香港，在很小的年纪就加入了英国的国籍。而我们的新娘是我们地地道道的营口姑娘，她有着我们东北女孩独特的爽朗性格。我想在座的好多嘉宾啊，应该都是从小就见证着女孩慢慢成长的亲人。好久没见了，当她再次回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了知性的非常优秀的女医生，没有错，他在很小的年纪就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往了英国留学。新娘的爸爸妈妈告诉我说，他能有今天的成绩，其实他们并没有帮上太大的忙，因为女孩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立的
小女生，15岁哦，一个15岁的小女孩，背上行囊，独自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国家生活，我们能想象出那是一个怎样的生活。但现在我们看来，好多我们爸爸妈妈身边的小女孩，在15岁的时候，还经常腻在自己父母的身边，有的甚至需要爸爸妈妈早上送她上学，晚上接她放学。但新娘不同，她的独立成就了她现在的生活。好多人说，一个人能走多远，他的舞台就有多大。好多有过留学经验的朋友，我们都知道，走出去是为了更好的回来。没错，今天我们的新娘不仅更好的回来，而且还带回来她心爱的男人，要跟家乡的朋友见面。下面我就邀请今天的新郎入场。他有一个中国名字，叫做杨玉龙。此刻需要您的掌声有请。Yeah, come on.掌声送给他，好吗？这一刻，让我们跟随新郎的脚步看向后方，在他的面前有一扇幸福之门，美丽新娘的降临。挽着慈爱父亲的手，一步一步地走向他心爱的男人，就像小的时候我们挽着父亲的手，他教会我们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地学会走路。而今天，应该拥抱新娘的父亲，拥抱这个陪伴他成长的男人。这一刻，我恳请现场的所有来宾，用您热情的掌声。给父亲一个荣耀的退场，谢谢您。无数次的等待，在这一刻，新郎已经准备好了这世界上最最美丽娇艳的鲜花，要献给他面前的新娘。新郎，请单膝落跪。此刻，他为你送上的是对你一世的承诺。新娘，如果你愿意的话，请接过新郎手中的鲜花，并将它搀扶起来，掌声送上。新郎，新娘，在你们的面前，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他们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爱，一直到今天，他们共同步入了属于他们二人的神圣婚礼殿堂。从这一刻起，他们将告别自己的单身生活，与另一个人共度岁月，共赴今生。新郎新娘，祝福你们，请相视而立。这一刻，让我们凝视着对方。在你面前的，就是即将跟你牵手走下所有幸福余下日子的人。所以，请对我下面的问题郑重回答：新郎，你是否愿意娶面前的这位女士为你的合法妻子，并且一生一世照顾她、爱护她，直到永远？你愿意这样做吗？我愿意。新娘，你是否愿意嫁给面前的这位男士为你的合法丈夫，
并且一生一世照顾她、爱护她，并从一位漂亮的女孩变成一位持家有道的女人。你愿意这样做吗？我愿意。你们愿意鼓掌吗？在这一刻，让我们将两份誓言化作两枚圣洁的指环，呈现到一对新人的面前。请各自取出一枚指环，将它放在你心脏的位置，感受着自己真实的心跳。新郎，请将你手中的指环佩戴在新娘左手的无名指上，并请深情亲吻她的手背。同样，新娘，请将你手中的指环佩戴在新郎左手的无名指上。让我们再次四目相对，双手相牵。我们都知道圆圆的指环是一个同心圆，它象征着永无止境的爱恋。我想相爱中的一对男女，如果决定要跟彼此恪守一生，一定会在自己的心中为对方许下一段爱的誓言。那么就在这一刻，让我们来共同聆听他们的爱情誓言。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looking after me, taking very good care of me in the past 2 years, supporting me in every way. You are my best friend and you are my lifelong partner. I love you. 新郎，你有什么要告诉新娘的吗？Thank you, Bhutan. I just want to say I feel the same way. I love you, Bhutan. I promise I will always try for you to make you happy and always to make our family happy. I love you, Bhutan. You are my lifelong partner too. I love you, dear. 掌声送给他们，好吧？我不知道您听没听懂啊，我是没听懂。但从他们的话语当中和表情感觉当中，我们不难体会出彼此间的那份深深的情感。这一刻，请新郎拥抱你的新娘。现场的所有朋友，您热情的掌声，掌声，掌声，还能再多一点吗？谢谢。请将你们的微笑送向来宾。从这一刻起，你们就组建起了自己全新的家庭。有人说，到底什么是家？家并不只是一把钥匙去打开一扇门那么简单，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爱的城池，家就是在夜晚的灯火阑珊处有一盏烛火，愿意为你们一直守候。而此刻，我们最最挚爱的家人，妈妈今天真漂亮，跟两位挥挥手，让他们感受一下你们的幸福。多么美满的画面！在孩子们大喜的日子里，他们一定有很多的话想要告诉现场来宾，就让我们派出一位代表，我们新娘的爸爸给大家讲几句话。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各位同学，我代表我的家人，也代表从香港远道而来我的女婿印的亲属，对各位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我的女儿不满16岁就去了英国，在那开始了童年的留学，学习生活是非常的刻苦，而且非常的艰苦，住在了英国人的家里。每个英国人，也不是每个英国人都是那么善良的，在英国人的家里也吃过快过期的面包，也喝了过期的牛奶。这些艰苦，这些苦涩都没有阻挡住他刻苦学习永争第一的决心和信念。最终我的女儿真是不负众望，
考上了非常理想的 Cardiff University， 就是卡迪夫大学的医学院，英国是非常有名的。我的女婿也有和女儿有相同的经历，12岁也远赴重洋，从中国香港到了英国留学。我的女婿是更加优秀，他经过自己的打拼努力，最后考取了剑桥大学，最后又攻读了牛津大学的学位。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我的女儿现在就职于伦敦大学附属医学院，我的女婿就职于英国伦敦莫尔菲尔德眼科医学中心，这个医院也是欧洲最有名的医院，而不是之一。所有这些，我们做长辈的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志向，他们走到了一起，从普通的同事成为了亲密的恋人。我们作为家长，作为长辈，对他们的成功成长感到由衷的高兴和兴奋。谢谢 ，Thank you。对我的女儿和女婿有一点小的要求，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刻苦努力，争取在各自的医疗事业当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的女儿现在是一名资深的内科医生，我的女婿是眼科医生，以后希望你们有机会回到咱们祖国，也希望你们啊，我有个简单的希望，假如条件允许，也希望你们能够投身到祖国的医疗事业当中，为咱们，谢谢，为咱们营口人民、辽宁人民，乃至为咱们中国人民，治病。除魔好吗？最后希望你们互敬互爱，恩爱有加，相互帮助，共同提高。最后祝愿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Thank you。叔叔讲的太棒了，我非常非常认真的在听。其实讲了好多对孩子们的期许，但其实天底下爸爸妈妈对自己孩子的要求有时候并不难，其实很简单，只希望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幸幸福福的度过生活。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亲都有了一个相同的愿望，盼着自己的孩子早日长大、早日上学、早日工作、早日成家。就在今天，你们的所有美好愿望都已经实现了，那就是你们收获了一对非常优秀的儿女。在这一刻，我也想有请我们今天伊恩的家人来到我们的幸福的舞台上，好吗？来，掌声有请。来吧，跟新人拥抱一下吧，好不好？感受一下他们幸福。OK， 不 no. 跟新郎新娘拥抱一下哦、oh， 这对夫妻很恩爱，感谢你们的远道而来，从香港来是吗？真的很远啊。来，在这一刻，我们这幸福的大家族想敬几杯美酒给现场的所有来宾，来，让我们各自拿起一支酒杯，好吗？我也想对现场的朋友您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您杯中有酒的话，请您举起你的酒杯，好吗？没有酒的话也没有关系，
当我喊到三的时候，我希望您能大点声音跟我一起喊一声干。您的声音越大，我们这一家人将收到的祝福越多。现场所有的朋友，拿出您年轻的声音来，一、二、三。《易经》中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宽，君子以厚德载物。今天的一对新人都是有德的青年，我想在日后的时光里，他们一定会是孝顺的儿女。我们这幸福的一家人要再次将所有的感谢以及感激之情化成深深的一鞠躬，再次感谢现场所有嘉宾的到来，谢谢大家。好了，叔叔阿姨还有我们艺人的亲人们，你们辛苦了，请主宾席落座，请。在这婚礼最后的时间里，我们的新娘想要把一束象征幸福的手捧花传递给下一位即将得到幸福的新人，究竟他会是谁呢？让我们的新娘来喊出他的名字好吗？张思佳美女。张思佳美女哦，在哪里？哎呦，伴娘是吧？来，我们先讲几句话祝福一下吧，好吧？祝姐姐姐夫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希望以后你们每一天都天天开心，天天快乐。来，请从新娘手中郑重地接过这份祝福，跟新娘拥抱一下，跟新郎拥抱一下。我说新娘跟新郎拥抱一下。也祝你早日找到属于你的幸福，好吗？是亲情、友情、爱情。现场所有来宾，用你热情的掌声，恭送一对新人，一同步入爱的旅程，请。Yeah.